你又干嘛？吓死人！喽 ，Hello， 在哪里呀、啊？那大门口。来了。那继续慢慢开，他一上来就慢慢开，坐前面。你们什么时候上车的？我怎么都看不见。我们到每个 department 门口接了。哦，真的，这服务超。你为什么走后门的？因为他腿害我走后门。我发现我最近每次都被你们骂好玩的，然后被 Evelyn 骂，人家已经等很久，还我说我已经在他打给我，我已经用来跑了，外面等，又怕被人家看见，又跑进去里面。然后我刚才还说，你看你那天叫 David， 说错电话号码，你那天叫 David。